你走吧，我不能溜你。一会儿让那杆子头看见，你就走不了了。你快走呀，找你妈去，让你妈不要再来找我们了。 啊！一会儿，你胆子大得很啊！ 你听个犊子，你跑什么远啊？咋了？我跟你说啥你都不听，我自己就跑。你就自己走住了啊！啊，你把我就放到眼睛里头了，你往哪跑啊？出块抹布去，你到那不能去。地瓜包，你就听我以后信不信啊？不信。不，你个人走住的事情啊，你死完娃娃我再跟你算。你现在就算吧。现在不算。你把那袜子放下。 你咋么了，李国宝？你今天要是不把老娃子放掉，我就不回去了。樱花，你听我说。不听，我一直都听你的。今天你必须听我一会，要不然我现在就回娘家，咱们的日子就不过了。不放到走道。你，樱花，这个地方就不是我宝狼娃子住的地方，你看看这个地方。 老狼照顾见他，一个晚上过去，他不就冻死了吗？我保证啊，明天我把他送回去，行不行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啥时候骗过你啊？你现在身子比啥都重要呢。你不要骗我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走。